113年度宜兰县原住民族日系列活动盛大登场，来自大同南澳的原名重点学校摆设闯关摊位，让学生在游戏中看见生活中的文化。串联县内多所学校师生共同完成的专辑也在这天问世，而学生也分享录制专辑的心路历程。很紧张，然后又很开心，因为很怕唱错。不会，还好，因为我们是泰雅族的小孩，只要好好唱，都会都会。因为很开，太开心了。虽然学生情绪五味杂陈，但专辑的产生也是因为看见族语延续的需求。宜兰县原教中心透过专辑，希望激发学生族语文化扎根的契机，而学生的美声练习也让和声老师花了不少时间。刚练习的小朋友，他们其实是很排斥的，他们对和声其实不会很大的陌生，因为教会的关系就会。有的时候可能会分双声部，就是慢慢唱慢慢唱，他们就很熟悉这些歌，其实耳熟能详，小朋友其实从小都会唱，就想说我们试试看用音乐。所以也因为说刚好有一些老师们跟有音乐专长，然后认领歌曲之后呢，我们就开始做一些改编，那你就可以听到说它比较像是美声合唱的这种唱法。培养学生唱歌兴趣的同时，文化的传承也向下扎根，而老师也以身作则，借由族语歌谣跨区结盟，让全民原教也有了榜样。在专辑里面，那个教师合唱团，它其实就是一个跨区的一个部分，然后利用课余的时间组成一个教师合唱团。我们目前就是用专辑的方式来做一个结合嘛。师生歌唱啊，这个专辑的发表会非常的好听，非常的穿透。在我们的原住民运动会的时候，全国原住民运动会的时候，我们非常的感动哦，族群的融合，大家一起努力，拼出宜兰县的好生活。历经了8个月的筹备制作，收录了宜兰县内泰雅、泰鲁格、赛德克族和阿美族的族语歌谣。原教中心召集人伊博还说，若有机会，期待能问鼎金曲奖，让世界看见宜兰的多元文化。原视新闻，感谢马耀廷、胡乱宜兰市采访报道。